那日，我的夫君带回一位姑娘，那姑娘容色一般，半点不如我生的好看，可我却丝毫不生气。没别的原因，人还是要活命的。我实在是很无语。刚刚在花园里荡秋千，一个没把住，摔了个狗吃屎。少说我也是这京都里数一数二的名门贵女，虽然穿越过来十八年了，但我向来面子功夫做得很好，摔成这样，我也很难受。 更难受的是，我摔了一跤后，脑子里居然涌现出不属于自己的记忆。我发现自己居然生活在在一本《腹黑将军爱上我》的书里，还是一个那个将军的炮灰原配。我父亲是郑国公，母亲是长公主，姑母是当朝贵妃，表哥是皇位的有力争夺人，两个哥哥也混得风生水起。就算是我自己，虽然内心里有很多小九九，但面上也是大卫首屈一指的贵女典范。 嫁给齐素是我全家人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一来齐家和我家是世交，二来齐家如今门庭萧条，能免除圣上对我家的戒备心，而且他家还没人敢欺负我。三来就是齐素这小子是个打仗好手，未来可期。可千算万算，就是没想到这齐素表面上对我恭敬有加，实际上在军营里和女主阮娇娇吻起了角色扮演。在那本书的设定里，阮娇娇出身不明。 但是有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，然后你扮男装入了军营，就此开始和腹黑将军各种甜蜜日常。最后不幸发现将军已婚的事实，他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认为他们是不畏强权的典范。于是他就让他的另一只武功高强的小舔狗来杀我。那小舔狗发现我对他好姐姐不利，直接把我抹脖子了。然后软娇娇又找到了他的亲爹。 他爹直接一个阴谋诡计篡位成功，然后我的家人还要被赶尽杀绝。O、oh, I 忌，我何德何能能摊上这事？我只是一个想混吃等死的美女罢了。大嫂怎么了？齐素的小妹齐蛮这样问道。说实话，齐素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他两个弟妹对我还是敬重有加的。我假意抚了抚胸口，做西子捧心状般的柔弱，让阿蛮忧心了。我只是忽而心悸。 想到阿素，我就担心的不得了。我可是担心他怎么还不早点死呢？齐蛮分外感动，他这嫂嫂出身好，容貌好，脾气也好，还如此心爱他的兄长。一边的其母显然也被我这出神入化的演技感动了，停下手里的针线活道：“静儿若是不舒服，早些回去歇息吧。”前些天摔了那一跤后，我马不停蹄回去就和我爹告了状，我爹几番查探。 发现齐素这小子果真在军营里藏匿女子，想起我之后的描述，他老人家特意交代我这段时间好好做戏，先相安无事才好。婆母莫要忧心我，我陪着婆母是心甘情愿的。我手指灵活，很快就绣出一朵繁花来。夫君不日就回来了，静儿只是心里欢快的很。齐母感动道：“是啊，素儿能平安归来，也多亏了你日日拜佛求经。他这儿媳啊。” 就是满京城里，也找不出第二个更妥帖的了。就是出去和那些贵妇人吃茶，他儿媳也是要被提出来夸了再夸的。就算他们齐府门厅不高，可这比儿媳妇，那也是没人比得上的。只要夫君能平安归来，进而别无所求了。就是不知道，到时候齐素把女主带回来，他婆婆小姑子，又能是什么脸色？齐母点点头。 又对一边女工做的烂糟糟的旗蛮恨铁不成钢。你大嫂可是咱们京中数一数二的，你要和她多学学。被数落的旗蛮却丝毫不生气，微微一侧头，便看见她大嫂妆虽清淡，却架不住人容色清艳，睫毛一扇，那双眼中更是温柔如水，配上微微凌乱的鬓发，显得清雅却又丝毫不小气。他大哥可当真是好福气呀，如同大嫂这般美人。 他从前可是从未见过，日子过得挺快。我每天悠哉悠哉地看看书，绣绣花，然后和弟弟妹妹、公公婆婆交流交流感情。没多久就临近了齐诉回府的日子。他这次抵御外敌立了大功，算是终于在军中熬出头了。齐府一家人就差喜极而泣了。我也做出颇为开心的样子，同我公婆提出建议。阿素第一次立这样的大功，儿媳心里高兴。 陛下此后必会论功行赏，所以儿媳想趁着这样的好机会办个宴席，一来为阿素接风洗尘，二来也能好和族中亲长庆祝一番。要说办宴席这种麻烦事，我是一百个不愿意揽在身上的。可是，一想起齐素这次就会带阮娇娇回来，我就有了一万个动力。当初齐素娶我时，就知道我郑国公的家规，男子如果不是四十五子，不得纳妾。 这规矩还是齐家亲自点头答应的。要是让齐家亲长还有各家高门知道，我这个结发妻子辛辛苦苦想着为他接风洗尘，里外操持，他齐素却带回来一个怀孕女子回来，不知道脸色会有多难看。要想不重蹈覆辙，让这对狗男女对我对手，就得先下手为强，搞臭他们的名声。公公婆婆显然听进去了我的建议，连连称好。离阿素回府。 不过几日了，儿媳一个人怕是料理不过来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事。我瞧了一眼一旁坐着的祁满，小妹，也到了一清的年纪，婆母就让小妹帮帮儿媳的忙吧。我料定了其母绝不会拒绝，毕竟这种能锻炼女儿能力的好机会，她肯定是求之不得。果然，其母连忙高兴道：“你想的这样周全，母亲又岂会不依你？面上的欢喜早已掩饰不住了。” 齐满也站起来，搂住我的胳膊。嫂嫂事事想着我，我一定尽力帮忙。他可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。这面上虽然说是麻烦自己，但这宴席办下来，既能学点东西，又能得些贤名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嫂嫂的用心良苦？我淡定点头。到时候齐满为了这喜陈宴操碎了心，好不容易弄得整整齐齐，结果他哥带女主回来搅和一下。 不知道还有没有书里他和阮娇娇和睦相处的画面呢？我感觉按我这小姑子的性格，说不定会当场上去把阮娇娇的皮拔下来，这画面简直不敢想象。我和齐满前后忙活了好几日，终于是到了齐素回府这天，我还在后厨指挥折腾，忽而贴身丫鬟文书走了过来，对我耳语了几句：“夫人，将军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一个怀孕的女子。” 此刻前厅已经乱作一团了。知道了，我特意嘱咐，叫他时刻盯着前院。接着，我像个没事人一般，仿佛什么也不知道，耐心招呼文丫鬟婆子，就端着一张笑脸往前院走。齐满实在生气，他嫂嫂把招呼来客的门面事交给了他，自己一个人在后院招呼着，本就是为了给他做名声，他很是感激。没想到嫂嫂还在后院忙活，他哥哥倒好。 骑着高头大马，带了个大肚婆回来，前前后后，他自己为了这喜晨宴也付出不少。本以为能博个贤名，这下好了，全都白费功夫了。他冷眼瞧着阮娇娇，只觉此女虽然容貌一般，却浑身透着股搅家精的味道。婆母，这是怎么了？还没走到会客的厅中，就听见一群人吵吵嚷嚷的声音。我也被婆婆拦在了院子门口。 虽然我心知肚明，现在前厅必然乱作一团，却仍旧面露忧色。可是阿素出了什么事吗？我一脸着急，仿佛快要哭出来似的。莫不是她受伤了？其母看着儿媳这般担心，内心不由得开始怨怪起儿子来。静儿是多好的姑娘啊，她就不明白，她儿子是怎么看得上那样啥都不如他的小狐狸精的。我看她一脸愧疚，心里得意。 袁淑丽，我知道齐素带了怀孕的女子回府，在齐府大吵大闹，还打包回了娘家，急得齐母生了一场大病，危及性命，被阮娇娇所救。她成了不计前嫌、人美心善的代表。我就是不依不饶、威逼婆婆的坏儿媳了。我不理解，我很不能理解这他俩干的坏事，最后我成了大冤种。但现在肯定不可能了。我这婆婆在气病了，那也是男女主的事，不是？不是？ 其母一时不知道如何和我解释，但我坐在前厅的亲爹郑国公，却眼尖的看尖的看见了被拦在院门口的我。温静，你还立在门口做什么？他眼中的愤怒与威严演,演得极好。难不成你要做个糊涂人？我亲爹私底下对我的确是个慈父，但在外面永远都是最重规矩的。所以满京城都知道，我们郑国公府，那是家风门风都极严的。父亲。 这大好的日子，您老人家，我还佯装着不知道的模样，朝我爹陪笑。转眼却看见了跪在他面前的齐素，还有立在他身边的阮娇娇。这是我、哦、吼吼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狗男你要接受制裁了吗？夫君，我试探问道，声音还微微带些颤抖。这位姑娘是，我觉得我的温柔与脆弱演得恰到好处。啊哈哈，看你怎么解释渣男。齐素的头埋得更低了。 仿佛不敢看我一般，阿静，我对不住你。他的妻子哪里都好，可他就是总觉得他对自己若即若离，似远非远。在军中偶然撞破娇娇的女儿身后，他才觉得原本平淡的生活又有了色彩。最后演变成这般模样，阮娇娇抬头看见这位早有耳闻的将军夫人，也忍不住低下头去。那是何等让他自惭形秽的美貌，几点朱红点缀的头饰。 鬓发只在耳边垂下，棕浅色的眉轻轻蹙起，配着微微下埋的眼，便已经是让人无比心疼的美色。偏生这般美人，此刻捂紧了胸口，犹如无瑕月色的面庞全是脆弱，满目凄楚地看着齐素。夫君说的可是真的？我身体发颤，仿佛站立不稳似的。这位姑娘怀的可是夫君的骨肉？逼着齐素抬头，我做出了最完美的表情，眸中带泪。 却硬逼着自己不能哭出声来，一边的齐蛮却看不下去了，这可是他嫂嫂啊！成亲还不到两月，哥哥就进了军营，嫂嫂在家孝顺公婆，操持里外，如今却被逼至此，他就想不通，嫂嫂有什么地方比不过这个小狐狸精？连忙上前扶住，安慰道：“嫂嫂莫急，哥哥一定有什么苦衷。苦衷什么苦衷？和人玩角色扮演还搞怀孕的苦衷吗？” 我心里虽然吐槽，却还是装出仿佛万分期待齐素解释的模样。哎呦，不知道现在要怎么解释呢？难不成说阮娇娇怀的是他手下将士的一父子？真是激动，他们要怎么解释呢？其父其母闻言，也是满眼期待的看着自己儿子，就盼着他说出什么话解决眼前的困窘。阮娇娇却抱紧了他的胳膊，眼中全是可怜兮兮的意味。他什么都比不过这位夫人。 虽然嫉妒，可如今他也能靠齐素了，齐素又岂会心里好受？他和夫人成婚不过一年，相处也不过两月，可他这位夫人，的确是样样完美，无可挑剔的。是我的，他终究还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。院中还吵吵嚷嚷的众人瞬间安静。我的眼角努力挤出了几滴泪，两眼发红，直接闭上了眼睛。此时不晕，更待何时？ 丫鬟文书伶俐的很，立马哭了起来。夫人，夫人，她表现的比男女主还要不畏强权。将军，我们夫人自从嫁到你们齐家，不知有何处对不起你们啊？你竟然要这样对她！紧闭双眼的我忍不住在心里给她点了个赞。我爹郑国公赶紧接戏。好啊，我以为我们两家是世家，不顾你齐家门庭萧条，还是将我膝下独女嫁到你们齐家。 他胸口起伏，旁人见了都知道他气得不轻。原以为齐家会好好他，这他肚子里还没有动静，就在外面养了小的，还大着肚子闹进了家里，真是一点体统都没有。旁边来做客的人家也对他这番言论点头赞同，纷纷认为齐家实在不是东西。我们夫人打小身子就弱，被你们气晕了过去，这可怎么办？那文书继续稳定输出。我爹叫文书拿了毯子将我抱起。 一脚踹倒了旁边的桌子，对着齐素道：“留在你家还不知如何祸害我女儿。”左右这才成亲一载，我们两家就好聚好散吧。其母闻言一抽气，啪叽晕了过去。我爹却头也不回的大步流星的朝正门走去。一回到镇国公府，我娘就哭着拉着我的手，对我爹骂道：“当初我便说了，那齐家小门小户的，让你不要把静儿嫁过去受苦。现在好了。” 我拉着他的手，宽慰道：“娘，女儿不难过。整只狗男女怎么可以不开心呢？我娘是当今陛下一母同胞的妹妹，所以难免娇气，红着鼻子，嘴里还骂骂咧咧。那齐家可真是个好人家。娘这就进宫，让你舅舅下旨让你们和离。夫人，夫人，我爹赶忙拉住了他。眼下正是二皇子要紧的时候，不要节外生枝。二皇子是我表哥。” 正受重用，我皇帝舅舅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虽然对我这位表哥委以重任，心里却始终猜忌不断。闻言，我也摇了摇头。爹爹说的对，娘不要担心，如今道理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我拍了拍我娘的手。我爹沉思了半天，最后开口道：“你说，齐素今天带回来的那个女子是显王失散多年的亲女儿？”我点点头。我娘吃惊道：“还有这等事？” 我老早就知道老三那家伙是个风流货色，居然让自己的血脉流落在外。显王是和我娘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因为为人风流，喜好诗书，所以我皇帝舅舅从来没有猜疑过这个弟弟，甚至还允许他就在京都开府。果然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怪不得生出这种女儿。我娘还是愤愤不平。我爹又说：“我知道了。对了，静儿，爹给你找了几个功夫上家的护卫。” 我爹还是记得我说的被小舔狗抹了脖子的事，他拍拍手，从后厅走出几个身材高大的影子来。我看了看几人，心里感叹：我爹不愧还是我爹啊！这几个男子看身上的气质，显然就很高手，而且不光如此，他们还长得十分好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我养面手吗？我撇过头去，看了看我爹，他老人家依旧气定神闲，进而选吧。 我娘喝茶的手颤颤巍巍，轻轻咳了一声。我娘啊，你可是长公主，怎么也同意我爹的这些小心思了？我娘看我还愣着，又补充道：“我看这几个都很不错，静儿若是想，也可以都留下。反正齐素那个小崽子养小的，他给他女儿挑几个身体好的面首又怎么了？我看起来是那么饥渴的人吗？美女都是喜欢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啊！喂，正尴尬着。” 门外突然传来声音，早就知道爹娘在给静儿找护卫，今天就带回来一个。一听就是我那在禁军中任职的二哥。他身后站了一位少年，大略比他还高些，只轻轻用木簪竖,竖起马尾，留下一些凌乱的耳发。五官深邃，眉眼都仿佛被人画上了浓浓的墨色。衣着实在简单，不过是黑色麻衣，却硬生生透出些冷峻的意味。我当即就有些看呆了眼。 这怎么长的？若不是眼角那一处疤痕，我估计十个齐素都比不上眼前这个模样长得好。要知道，原先我能点头同意和齐素的婚事，大都因为他长得不错。他叫泽玉，原是我一位前辈收养的孤儿。前些日子前辈去了，他便随我了。二哥介绍着，根骨好，功夫也好，我们进军力都没人比得上。我爹闻言立马点头，功夫好最要紧。 他不知道那个要杀他女儿的家伙武功如何，要是能找个最好的，他肯定求之不得。继而觉得如何？我爹转头问我，我被那美色晃得晕晕然的，被我爹一点名，愣愣的点点头，极好，极好。那名叫泽玉的少年闻言抬头，一双眼睛正好与我撞上，一时间，我竟觉得有几分熟悉。他眸色漆黑，不带温情。 此时却仿佛忽然有了光亮，立马在我眼前跪下，见过夫人。齐家小将军成亲不过一载，就带了个大肚子的姑娘回府的事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京都。但凡是高门贵女，如今听着齐家的名号，都是面露不屑。我那婆母晕了一日，好不容易醒了，一听说外面流言四起，又晕了过去。小姑子齐蛮在家里骂天骂地，就差把阮娇娇折叠成球。 一脚踢出去了，最后还是自觉内疚，自己穿得惨兮兮的来拜访我了。来时我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案前看着画本子，泽玉忽而敲门，在门外恭敬道：“夫人，齐家姑娘来了。”我慌的一批，连忙扑了些粉在脸上，收起画本子，仿佛病若西子一般坐在案前伤春悲秋。急忙一进门看见的就是这样的画面，他嫂嫂一人独坐，衣着素然。 不施粉黛，面颊苍白，双眼无神的看着岸上摆着的瓷瓶。嫂嫂，她不敢大声说话。我装着如梦初醒一般回望，然后浅浅一笑：“小妹来了。”咳咳，捂着胸口，我好柔弱。齐芒慌了神，说道：“爹爹已经训过哥哥了。”嫂嫂莫气，别说是他嫂子知道这是气晕，若是他成婚的夫君如此荒唐，他定要自己爹娘打上门去。 依他爹的说法，郑国公没有入宫请旨合离，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我自然是气的，我神色凄然，可我也不是不容人的，我只是容他俩合葬在一个墓里。嫂嫂何意？他嫂子居然爱他哥爱得如此痴狂，脸都被人打歪了。我身子骨不好，当初成亲，就万分委屈了阿素。我茶言茶语道：“故而有了这样的事，我也是有错的。” 主要是我可没有想过十八岁之前和人这样那样，万一怀孕，就现在这医疗条件，能折腾死我。所以当初成亲，我就一直称自己身子不好，要养好些才能圆房。结果不过两月，齐素直接打仗去了。齐蛮其实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哥哥是个无耻之徒，所以一听我这样为齐素说话，眼神里的感动更加明显了。可是咳咳，我假意咳了两声。 万分努力地说道：“此女一看，月份不浅，夫君在军营中。”接着掏出帕子，我掩面而泣。这样的事定然会影响夫君的前途。我觉得我说的很是大公无私，明里暗里都在说他哥在军营里藏匿女子是大罪，被查出来了肯定会影响前程。没想到齐满瞬间仿佛想来什么似的，怒道：“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这个什么娇娇是个贱人胚子。” 真是败坏家风的东西！那军营里除了军纪，还能有什么是你的？这要真让他进了门，那他以后还能有什么好人家可以选？我拿着帕子的手瞬间顿了顿，他是脑补了什么东西？还没等我开口，我就看着齐满一脸愤懑地冲出门去。嫂嫂放心，我定要把那个小狐狸精扫地出门。留下这样一句话，我觉得莫名其妙，在房内隐藏了许久。 看完全过程的泽玉这时走了出来。齐姑娘应当是以为夫人说阮娇娇是军中的，干那种事的。泽玉有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，所以我爹安排了他贴身保护我。平日里只要好好隐藏自己便是。我瞬间明白，还有这么离奇的理解方式。我可真的不是挑拨离间啊，是齐蛮自己误会的。可我看他不好意思说出那个词，突然升起调戏的心思。 干什么事？我装作很不理解的样子，好奇问道：“你仔细说说。”泽玉一张冷峻的脸憋得通红。夫人身份高贵，又是个娇气性子，他怎么能说那种话污她的耳朵？半天他也没说出一个字。夫人赎罪，他单膝跪地请罪，求婚的姿势倒做得很标准吗？我心里想着，面上依然温柔通情达理。那罚你给我念话本子吧。 我摸了摸刚刚藏画本子的地方，递给他。方才我看到第十三页了。泽玉见我不再追问，松了口气，接过画本子，翻到了十三页。郑姑娘拉着刘护卫的衣角，说道：“后面的话，她实在念不下去了。”夫人，这画本子命叫《春归题》，讲的是以为商户小姐与自家护卫的二三事，文风极其香艳。第十三页大概就是两人正要互诉衷肠。 酱酱酿酿的时候，我转头微笑：“怎么了？料想他也念不下去。”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。心到这哪里是画本子？这般描述也太越界了。夫人拿错了。泽玉已经是一副浑身要冒烟的样子，平日里冷然的面庞也全是不自在。我心中偷笑，却知晓适度的道理，连忙说道：“哦，是拿错了。”把新的画本子递给他，我又问道。 你平日里都是藏在哪些地方？他回到夫人院子的树上，或者夫人闺房的顶上，花园的树丛中都是有的。他能藏的地方很多，只要气息不被发现，就很少有人能注意到他。那你随时都能看见我了。”我继续问：“自然，为了夫人的安全。”他回地很迅速。那若是我就请脱衣，或是沐浴呢？我面色如常，你也能看见。泽玉立马摇头：“属下不敢。” 他哪里敢亵渎夫人？夫人是枝头繁花，不是属下这等卑贱之人能够觊觎的。怕我不相信，他又解释了一遍。我扑哧一笑，很喜欢他原本俊逸冷酷的面庞被打破的样子，但心里微微有些生气，说道：“那就罚你晚上给我读话本子吧。”他有些恍惚的抬起头：“夫人，你晚上给我读话本子，哄我入睡呀？”我说：“反正你对我又没有非分之想。” 虽然他对我没有这种想法，可不代表我对他没有。齐素显然是不能托付终身的，可如今郑国公府正该低调，不能因为我的婚事节外生枝，更不能拿我表哥的皇位去搏。所以齐家我还是要回的，还得要忍耐到我表哥大权在握的时候，可和齐素好好过日子，我是万分不肯的。泽玉功夫好，能保护我；样貌好，又能叫我畅快。 他齐肃敢做初一，我温静如何又不敢做十五？泽玉显然是不知我心中想法的。听了我的话后，原本就发红的脸颜色是再也没有下来过，却仍旧点头道：“属下明白了。”打这天起，我都是听着他低哑的嗓音入睡的。急忙回府，不知道闹了什么。过了十几日，我那便宜夫君齐肃就上门来了。我爹自然不肯见，可他估摸着我还对他有些情意。 一大早就站在了我的小院门口，大概因为我们镇国公府还没和齐府翻脸，明面上他还是府里的姑爷，所以也没人拦着他。本着贤妻良母人设，我叫文书请了他进来，还给他拿了块稍厚的毯子。夫君，天气寒凉，我抚着手里的汤婆子，温柔说道。齐素一进屋，便看见自己夫人面色不佳，身形消瘦，不由得心里很是愧疚。 连着说话的语气都温柔了几分。夫人原本就是要回齐府的，我也不想再多为难他，免得他觉得我心胸狭隘。阿素来接我，我很欢喜。我低眉一笑：“夫人不生气了？”他问道：“那可恨不得把你俩都合葬了呢。你说气不气？”心里虽然这样想，我还是摆出一副掩饰伤心、故作坚强的模样。气还是气的，那直接说一点都不在乎。 岂不是显得很假？可我也知道，事情发展到这样，并非阿宋你的本意，只是你俩本意是弄死我全家而已。他目露喜色，没想到自己夫人这般通情达理，夫人贤惠。我红着眼睛，温声细语：“那位姑娘，我看面貌也不是恶人，但这样大着肚子，又是和夫君一起回来的，我是不想与夫君计较这些的。可陛下那里，夫君你该如何解释啊？” 解释你怎么在打仗的同时搞大别人肚子这件事，齐素沉默了起来，明白了我的意思。此事无非两种办法，要么承认娇娇是军妓，要么就承认自己在军中藏匿女子。前者是阮娇娇名声完蛋，后者是他的前程完蛋。但男主不愧是男主，还是有几分担当的。当即就说，齐家也并非只有我一个男儿，我那弟弟读书也是能干的，意思就是选择后者了。 我美目含泪，红着眼睛道：“夫君就这般在意那位阮姑娘？其素雅然，心中愧疚更甚。当初郑国公愿意将夫人下嫁给他，就是看中了自己的前程。如今他却要为了娇娇，这般伤夫人的心。可他张张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哎，真是感天动地啊！为了阮娇娇一人，舍了前程，还有整个齐家的名声。我心里想着，手里也马不停蹄抹起泪来。” 既然如此，你又求着我回去做什么？齐素见我语带哭腔，立马说道：“齐素对不起夫人，但从今天起，齐素绝不再犯这般错误，一定好好待夫人。”他的确愧疚，可如果不把夫人劝回去，他父母定会磨搓娇娇，齐家的名声也全完了。意思就是把我哄回去，收拾他一大家子烂事，顺便堵住外人的嘴呗。我看起来这么像个大怨种。 但目前我好像也只能先当这个大冤种，主要还是得先保命。皇帝舅舅肯定已经知道我的事了，没有任何反应，也就是在憋着。我们整个国公府对齐素这是忍气吞声。我姑母前两天也来了书信，她虽然心疼我，却还是要我忍耐一二。最后就是我爹已经暗地里在查探显王，我更不能掉链子。不管内情如何，我先要稳住情形。何况。 按照如今的演变，齐素是怎么也不可能再得重用了，更不能像袁书一样成为显王的得力干将了。我原是想着能与阿素你举案齐眉，美满度日。我抽泣着，可既然如此，那便相敬如宾吧。齐素心里更加难受了。像他夫人这般的女子，嫁给了哪家都是能过好日子的，可惜她已经有了娇娇。和齐素回府的第二日，我那婆母就悠悠转醒了。 他拉着我的手，一副很舍不得我的模样，我自然也装伤心欲绝。既然阿素与我直言，愿意好好过日子，我也没有不原谅他的道理。我说，其母见我愿意让步，她又能抱孙子，面色瞬间就更好了。只是我这心里还是过不去那一关。到时候叫那阮姑娘进了茶，我便去别院中静养吧。我摆出胸口疼得厉害的模样。秦蛮听了这话。 第一个不乐意，嫂嫂怎么能同意？她那般的女子进门，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哥齐素狠狠瞪了一眼。阿素与我说，出了这样的事，他以后恐怕在军中也没什么出路了。我直截了当，以后齐家只能指望二弟了。齐母气急，怎么也想不到，齐素居然做了这样的选择。我爹爹在朝中也能照拂二弟，画大饼还是往好的画。所以既然如此。 阮姑娘肚子里的孩子，肯定是要生下来的。我平静的说完这些，又说道：“但我是不喜欢阮姑娘的，左右我身体也不好，故而还是在阮姑娘生下孩子前，就去别院中静养吧。”齐素听完我的决定，道：“这怎么可以？这旁人听了，还不知怎么议论呢？怎么不可以在府里待着？岂不是天天等着你俩恶心我吗？”其母也说：“寄养在府里也是可以的。” 别院偏僻，恐怕照顾不周啊！我拒绝道：“婆母，我只是想去散散心。原书里女主身体不好，不易孕育子嗣，所以阮娇娇的第一胎就是胎死腹中的。万一到时候冤到我身上，我还没得哭呢。”见我这样坚持，其母也只有叹气，同意了。我如愿住到了城外的别院之中，一晃便是一个多月。这一月中，也就起满来瞧过我。 全都是和我吐槽阮娇娇如何如何矫揉造作，大概就是他看不惯阮娇娇仗着大肚子在府里装大小姐，顶撞他母亲，做事粗野不成体统。可原女主本就是这般，长于乡野，又学习医术，所以自然性格和京都里的贵女们相去甚远。原来是以为救了其母，让齐家上下对她改观，现在情形却不一样了。我照例宽慰了她几句后，就送她离开了。 夫人不生气吗？泽玉等他走后，问我：“我为何要生气？”我反问：“我在这混吃等死，等我爹表哥大事已定，就能和其素说拜拜了，何乐而不为？”泽玉似乎是怕我不开心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给夫人念话本子如何？”“好啊，那你给我念《春归题》。”他给我念了一月的话本子，总不肯念这本。我原只是想逗他，没想到他一口同意。 夫人开心便是，只是越念脸却越红，最后红到耳根了，还是断断续续的念着。我用手撑着脸颊，饶有兴致的听着。郑姑娘面含春色，似笑非笑。读到此，她无意抬头看了一眼，便见夫人正盯着自己。泽玉一直明白，夫人貌美，可此时此刻，她才觉得这书中再怎么描写美人的媚态与美貌，都不及夫人的一星半点。我浅浅一笑。 瞧我做什么？他立马低下了头，说话语气都不顺畅了。属下冒犯，真是个榆木脑袋。我心想，又不瞧我了。我语调一挑，难不成本夫人长得太难看了？没有，夫人生得极美。他顿了顿，声音都哑了几分。呆子夸人倒是很好听。我笑意加深几分。那你为何不看我？属下不敢。他头埋得更深了。我放下手里的汤婆子。 缓缓蹲下，距离之近，我都能感受他混乱毫无规律的呼吸。夫人，他语气疑惑。泽玉，我美吗？我身子往前微微一倾，逼着他与我对视。他努力低头，想不明白夫人为何这样，嘴上却还是老实回应：“夫人很美。”我轻轻一吃，笑出声来，逗弄他，果真是件极好玩的事。泽玉，你是二哥送给我的护卫，所以你得听我的话，对吗？ 我问他，呆呆点头，声色的仿佛往日里面容冷酷的不是他。那你今夜与我同寝如何？我笑着问，语调是和平丽很不相同的媚气，手抚摸上他的胸膛，说道：“你抱我上榻好不好？”语气娇嗔。不知是被我过于主动的样子惊到，他一时间居然动都不敢动一下。房间里光线暗暗，连我二人的呼吸声都显得分外清晰，暧昧的气氛瞬间蔓延开来。 夫人，若夫人是因为齐素不开心，心中苦闷，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寻欢作乐，即便以后要杀了他，他也愿意。他忽而一把握住我在他胸前作乱的手，将我一把抱起，哑着声音问我：“夫人不后悔？”分明已经被我撩拨的不行，眼里全是欲色，却还是最后问我一句。我抬手搂住他的脖颈，在他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。 不后悔，夫人还真是太撩人了。她又那里克制得住？泽玉心里苦笑。窗外的冷风吹得呼呼作响，房内却暧昧声响不断，暖气融融，一夜无眠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本是一时兴起，到最后却过上了夜夜春宵的日子。齐素近两月没见自己这位夫人，没想到在见面时，她的确是气色好了许多，面色红润，人也添了几分艳色。 我见齐素支支吾吾，就知道没什么好事。果然，他开口便是：“夫人，娇娇的孩子未能保住，眼下府里已经乱作一团了。”言下之意就是让我回去当老妈子，主持家事。我却满脸震惊：孩子没了，怎会如此？我震惊，我装的。娇娇与齐满起了冲突，争执之间，后面的话齐素没说。哦，这下倒霉蛋不是我了，换成他妹了。 母亲护着小妹，说是娇娇先挑起是非。她叹了口气，可娇娇天性善良，我是不相信她会无理取闹的，所以闹得不可开交。贝，我继续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这也太不小心了。这可是齐家第一个孙辈，听出我语气里的惋惜，齐素的神情更加哀伤了。阿素放心，我把别院打理好，这就回去。回去看狗咬狗了。我回到齐府。 齐蛮就抱着我哭了起来，嫂嫂，那小狐狸精就不是个好东西，我就没碰到她一根手指，她就要把孩子算到我头上，那也是我的侄儿啊。她嘤嘤嘤，一边躺着的软娇娇也眼泪汪汪，满脸生无可恋的模样。我秉承着贤妻的优良品格，对她安慰道：“小妹是个耿直脾气，你就不要与她计较了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。”我这话将她气得不气。 你自然是不气的，你心里定是恨毒了我。阮娇娇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则真是大可不必。本姑娘没有美男在前要丑男的癖好。其母本就看他不顺眼，见他这般咬牙切齿，立马说道：“静儿恨你作甚？他还不够大度吗？要不是他点了头，你以为你进地了门？这小贱人果然是个搅家精。这才一月，就让自己两个孩子兄妹不和。” 还敢对正妻恶言相向，我继续康他人之慨道，婆母莫气，阮姨娘只是太伤心了。我过会差人去宫里请太医，给阮姨娘调理好身体，孩子还是能有的。阿、啊、素，这段日子你就多陪陪她吧。那太医一来，齐蛮就能洗刷冤屈了。阮娇娇一听这话，果然不肯。我不看，谁知道你要怎么害我？我自己会医术，还姨娘，她跟着齐素。 可不是为了做一个姨娘的，其母气得脑袋发晕，能请太医来看病，这可是她都没有的待遇。我微微一笑，阮姨娘放心，我定然让太医院里最有声望的陈太医来，那位可是出了名的直言不讳，连我那皇帝舅舅的病也是就事论事。养好了身子才是正事，你脸色这样不好，倒叫我看了也心疼。拿起帕子，虚情假意的拭了拭泪，哼哼。 到时候看你怎么叫，这下他便再也拒绝不了了，因为齐素立马替他应下了。夫人菩萨心肠，谢过夫人了。他这样对不起她，她却还是心善，愿意心疼娇娇。阮娇娇错愕地坐在榻上，一脸不敢想象，夫君怎么就听了这个口腹蜜饯的夫人的话了。齐素耐心安慰她：娇娇，你不知道，夫人这是为了你好。陈太医的医术与为人，连他都是有所耳闻的。 我动作很快，隔日就请了陈太医过来。老人家摸了摸胡须，把了把脉，说道：“这位姨娘是从出生就带的病根，身子骨不好，并不适合孕育子嗣。就是侥幸怀上，也不一定保得住。”说完还再三责怪：“这般问题，便是寻常大夫也诊得出来。好不容易怀上，怎么会如此不仔细？”齐素满脸震惊，齐芒更是扑在齐母怀里，委屈地大哭起来。 我就说了，我一根毫毛都没碰他，大哥怎么也不肯信我。这下好了，本来就是不下蛋的鸡，还能怪在我头上？还说自己会医术，分明就是想冤在我的头上。我默默在心里感叹：奇马恩话术总结大师，让我们为他疯狂点赞。我装作什么也没看见。既然如此，那阮姨娘就好好调理吧，等养好身子了，再给婆母和小妹端茶道歉便是。 何事老还得是我啊！这次齐素没再帮着他说话，阮娇娇用十分仇恨的眼神看着我，真是意料之中呢。不过老娘无所畏惧，有一说一，他要恨也应该更恨齐蛮和齐母才是。我一没和他抢男人，二还关心他的身体，真是不识好人心。阮娇娇休养这些天，我发现齐素总是有事没事往我这里跑，干啥玩意？ 我不过认认真真维持一下表面夫妻和谐，他就想给我搞职场性骚扰。然后这天他又来了，我不肯让他进屋，还泪眼朦胧的哭诉：“阿、啊、素，你让我一个人待些日子吧。你和阮姨娘的事，一时间我还是迈不过这道坎。真是没你无语，给人用过的烂黄瓜还来问我稀不稀罕。而且老娘他上有人了。”齐素闻言，一个人失落的离去。 夫人已经多次这样拒绝他了，他也知道要他从心底里原谅自己并不容易。可就像他母亲说的，他眼下有个嫡子才要紧。就算娇娇以后能再怀，没有嫡子，郑国公府怕是也不愿意再帮齐家。我关上门，狠狠忍住，才没吐出来。齐素想的挺美啊。泽玉扶住我的肩膀，轻声细语：“夫人，声音温柔缱绻，仿佛我是他的夫人一般。” 我却听出了他的失味，靠在他胸口，轻轻唤了他一声道：“泽玉。”点起脚，轻啄了他一口。忽而，他搂着我的手紧了许多。夫人就在房中，我去去就来。他听到门外有习武之人的气息，我点点头。阮娇娇终于忍不住，让他的小舔狗来杀我了。女主嘛，总是有点女主光环的，随便一救，人家就能救个武林高手回来。 所以，我还是有些不安。你小心些，不要受伤了。他难得露出一个笑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手。夫人放心。说完便去了。泽玉回来时面色轻松，但我还是隐约闻到了一股血腥味。没事吧？我感觉他明显是仔细打理过了。受伤了吗？他说道。我没有受伤，是那人的血，只是怕吓到夫人。我想过泽玉厉害。 倒是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厉害，那人竟这般不堪一击。泽玉说道：“论身手的确算高手，但想危害夫人的安危，就是在高手他也不怕。”意思就是高手是高手，不过他很牛，高手也不怕。我扬起笑来，丝毫不在意他没洗干净点血腥气，搂住他的脖子，轻声道：“有你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”他的脸又红了。 由于这天晚上我俩天雷勾地火，又发生了一点不可描述的事，所以第二日祈福乱起来时，我还晕晕乎乎不知天南地北。清醒过来，我才想起我被男色所迷，居然没问泽玉把人杀了丢哪去了。结果就是阮娇娇清晨醒来，在房里看见了血肉模糊的尸体，被吓得魂不守舍，发起疯病来了。这个嘛，我也能理解，虽然舔狗只是舔狗。 但好歹也算一个备胎，还是因为给自己出气死的。换作是谁，一时间也接受不了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？我假装出很害怕的样子。莫不是阿素，你在外的有什么仇人？齐素显然也一问三不知。阮娇娇却恨恨地看着我，说道：“这肯定是你干的。”吴雨子，真是给他脸了。你有何证据说本夫人干的？我难得一改温柔本色。 自你入府以来，我对你诸多忍让，你居然要这样诬陷我！原本就是他想杀我在先，怎么的，老娘还不能反抗？真是长得丑想得美！见我面色不好，一边的齐素也对阮娇娇投去责怪的目光。自打阮娇娇上次骗了他之后，他对他的情意也不似从前。你，你可真会演戏！阮娇娇气得咬牙切齿。既然阮姨娘没有证据。 那就先处理了这个刺客，我冷声道：“把人丢到乱葬岗埋了就是，免得外人知道，还以为齐家是个什么龙潭虎穴呢。”齐素连连点头，确实也只有这个办法。若是彻查，连日不安的齐福就更要鸡飞狗跳了。没想到阮娇娇一听这话，大叫起来：“温静，你这蛇蝎妇人，那好歹是个人，不是个物件，你就这样把人丢到乱葬岗了？那不然呢？” 都要杀我了，我还给他立个功德碑不成？不光是我，旁边伺候他的几个丫鬟都纷纷露出了无语的表情。你出身好，所以就可以随便决定别人的命运了吗？沉默是今晚的康桥，他是不是觉得自己佛光普照？齐素的脸是被憋红的。他从前很喜欢阮娇娇与京中女子不同个性，认为她思想独特有趣，可到了现在，他只觉得丢脸。 一个刺杀齐家府上人的刺客，不丢到乱葬岗，难不成我们还要给他做法？是不成？齐素冷冷说道。阿素，软娇娇，满脸不可信，她的泪水顷刻间就滑落下来。阿素，你被这个女人骗了，人根本就是她杀的。然后对我怒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温静，你出身镇国公府又怎么样？我爹还是当朝鲜王呢。这个齐家分明是我比你身份高。”哦。 那我好怕怕哦！我告诉你，你必须把他好好安葬了。阮娇娇似乎以为说了这话我就会害怕，我目露讥笑。阮姨娘，且不说你如今是姨娘，我是正妻。阮娇娇的确是显王的女儿，不过只是显王的风流债罢了。就算论身份，我母亲是和当今陛下一母同胞的长公主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看我真生了气，一边的齐素连忙劝解。 夫人默契，是娇娇一时间口不择言。他虽然早已经知道娇娇身份不一般，可真没想到，他敢用身份与夫人叫板。我难得给他甩了脸子，这事我不管了，你就自己收拾吧。说完转身离去。阮娇娇和我用他爹叫嚣的第二日，显王就翻车了。这位传闻中不闻正事的王爷，被二皇子查出来贩卖私盐，还和边境蛮夷做起了马匹生意。 不仅组建私军，还打造了好些武器，全部都藏匿在京都外。当今陛下原本就是个疑心甚重又自负之人，所以知道自己这个信任多年的弟弟做出这等事后，怒不可遏，气得直接晕了过去。朝中大臣乱作一团，只得先让最有能力与背景的二皇子暂为监国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我，就差没笑晕在榻上。要说阮娇娇还真是个乌鸦嘴，前脚和我拼爹。 后脚爹就垮了，连带着自己也变成了罪臣之女。夫人今日心情好，见我开心，泽玉的声音也愉悦起来，正幸灾乐祸，突然一阵反胃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我连忙用帕子捂住嘴，好一阵干呕，却发现手帕上什么都没有。夫人怎么了？他目光怀疑，我说道：“不知为何，陈起有些不舒服。”泽玉拉过我的手腕，摸了摸。 夫人只是脾胃有些不佳，我松了口气。见我反应，他又沉默了半晌，忽而问道：“若是夫人当真怀孕了，怎么办？”他像是很害怕我的决定，语气都不像往日里的平和。我微有些吃惊，碰上他担忧的眼神，温柔说道：“还能怎么办？自然是生下来。夫人愿意，夫人与他而言就是天边的皎月。他不敢相信，只要夫人愿意。” 我死也甘愿，真是个呆子。他难道以为我只是把他当消遣，用来玩乐不成？泽玉，我叹气，不是因为怕有了你的孩子，只是怕此事真有了，这孩子便会名不正言不顺。我耐心解释，但若真有了，又岂会不要？我大哥在军中很有些声望，我抚上他的脸。你功夫很好，我信你能做到。闻言，原本埋头不敢看我的泽玉猛地抬起头。 像是多年夙愿得以实现一般，红了眼睛。夫人，这年的冬日，我那皇帝舅舅还是没有安过，还没到心碎就怨了气。我表哥，也就是二皇子，成了大魏新帝，继位第一日就下令要诛显王的三族，为先帝报仇。在我面前自曝血统的阮娇娇，无疑成了齐素的烫手山芋，所以齐素几次三番都想与我重修就好，老虎不发威。 真当老娘是捡破烂的？啊，于是，我向齐素提出和离，他百般不愿。二皇子的顺利继位，让整个镇国公府的地位都水涨船高。此时与我和离，那他真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。夫人，我与阮姨娘不过是年少轻狂，他巴拉巴拉，以后我一定对夫人好，再不犯这样的错了。他继续巴拉巴拉，我一反常态，对他爱搭不理。反正大事已定。 我还用得着和齐家上下演戏吗？齐素，我说道：“你若不想好聚好散，我还有的是办法。比如，我记得你那位娇娇是显王的，我点到为止。”齐素虽知真相，嘴巴里却仍旧不承认，那不过是他信口胡诌的，夫人怎么能相信？那找人查查不就好了？只是查出来了，人家显王诛三族，齐家就得诛九族。他诺诺了半天。 吐出一句：“富人真就如此绝情？好家伙，我直接好家伙，这还能是我绝情？原本我是入乡随俗的，就这父母之命嫁了，想着也能平安和乐一生。这要是不摔一跤，自己都差点成了人家玛丽苏的垫脚石了。他自己在外面不守男德就算了，最后要了我全家的命。我不过反抗一下不公分命运，就怪我绝情了？你的脸皮是不是在打仗的时候被人捡走了啊？” 这么不要脸，我直接冷漠回答：“哦，合离不合离吧。”最后我在整个京都的同情中合离成功了。外人看来，我简直是受尽委屈，忍耐着齐素带回来的大肚婆操持家里。齐素还对我冷言冷语。我爹娘心疼女儿，才不顾交情硬要和离。对我娘是这样，和外面放的消息。而我与金中贵女相聚时，也是宜的抹抹眼泪。 时常劝解他们以后找人家要多考究，所以全京都的人都说齐家实在龌龊，上不得台面。而被上不得台面的齐家更不敢出来反驳一句，就连当上大卫新帝的表哥，也为着这事召我入宫，说是当初让我委屈了许多。朕听你大哥说，你似乎很中意你那护卫，若是实在喜欢，朕就给你们赐婚如何？我这表哥大了我十多岁。 从小就对我很是宠爱，否则我也不会为了他忍了许久。我轻轻一笑，等他平安归来，我再和表哥求个这个恩典吧。新帝登基后，我就让泽玉随我大哥入了军营，到现在已经过了快半年了。皇帝表哥闻言笑道：“也对，等他功成名就了，也才配得上静儿啊。他也的确很是骁勇善战。”他说：“为了正功名。” 几乎是把边境蛮夷打到听了名字都怕的地步。我听了捂嘴轻笑，果然是个呆子，不过是个很在意我的呆子。番外，夫人总以为我在国公府是第一次见他，其实不然。初见夫人那年，我七岁，父母双亡，在京都沿街乞讨。可世道艰难，那年的花灯节，我正饥肠辘辘，躺在一头石狮子旁等死，夫人救了我。 给我取了名字，说是我长得好看，温润而泽，丰神如玉，叫泽玉。他二哥送我去了义父那里习武。打那时候起，我便一直想着长大了要回到夫人身边，给她做护卫。十九那年，夫人嫁人了，我虽有些难过，但还是知道自己不配的。像夫人那般的女子，便是天底下也没有几个。我这样活得像阴影里的蛆的人，又岂能奢求？ 所以那天我第一次比武输给别人，伤了眼角，成了夫人护卫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夫人古灵精怪，表面上看起来端庄持重，实际上很会演戏，像个狡猾的小狐狸，还总是喜欢叫我难看，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似的为难我，但实际上我很喜欢夫人这般，每每如此，我都会忍不住耳根发红，却不得不冷着脸回夫人的话。搬到别院后。 夫人总是变着法撩拨我，我想她是心里气齐素，所以才想用这样的办法聊以慰藉。可夫人不知，我对她从来就不是忍得住的。当时我想着，若能有这一回，就算夫人清醒过来要我的命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夫人在我心里不是其素的夫人，那时我时常想，自己不过是夫人一时的玩乐罢了。直到先帝出事那日，夫人与我坦诚。 我才惊觉，夫人对我并非没有一点情意，甚至还为我记了将来。我听了夫人的安排，随夫人的大哥进了军营，在战场上努力搏杀，立了许多功劳。回朝时，新帝问我有何所求，我谢恩，回道：除了夫人，别无所求。